好像在舞剧咏春里饰演大川，叫李坚廷，然后在剧中饰演朱若荣。我在舞剧咏春当中饰演叶问，我将为大家带来一位平凡英雄的故事，希望大家可以走进剧场观看舞剧咏春。那咏春在整部剧里面是属于一种最暖的一束光，它最温柔最温馨，它的出现能够在整部作品中有一种温暖的调和剂，让观众觉得很温馨很甜蜜很朴实。